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谢谢唐先生，谢谢裁判，对我们也很用力，谢谢。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认真，他们今天很棒，长得每个都蛮可爱，但跳起来那一刹那，我竟然会怕他们，被打到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疼的。排球就是用身体去挡、去阻挡对方，而且更何况他们又是一个女生，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当我接到球的时候，那个手的那个疼痛是让我完全意料不到的那种疼，不管打到手的任何地方，整个静脉全部都鼓起来，所以我每一秒钟都在想，中国女排每一天训练、每一次扣杀，他们所承受的这种疼痛。快打每一场比赛我全部都看，他们什么时候受伤的，怎么样受伤的，怎么最后怎么拿冠军的，那点点滴滴我全部都是看见的。通过这样的互动嘛，能够推广排球，希望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排球，希望能够通过互动跟让大家更了解排球，然后更多人喜欢排球，希望关注我们的人会更多一些吧。中国女排如果出去再比赛，我们私下都说了，我们所有的艺人都要组团一起去看他们比赛，我们要为他加油呐喊，因为中国女排在赛场上太需要我们的鼓励，太需要球迷之间的呐喊了，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在电视机前也为他们呐喊，有更多的人可以到赛场上为他们加油助威，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，我们需要支持的，中国女排加油。